对，如果高血压的病人同样很有症状，第一个会出现的就是后脑勺紧，他就是觉得紧，你从外观上他看不到那什么，但他背后那个地方他就觉得不爽，不爽，左转右转都是不爽。那这种人量血压往往是比较高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早提醒我们注意大家，你可有没有血压高的一种征兆。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可能是扭到紧啊，不是注意不注意，可能也是高血压。很多人就是自我解释，哎呀，我电脑看多了，头低多了。事实上，每天固定的时间有那样的不舒服，最好量个血压。中医也很重视脖子，对不对？很重视啊，像门诊常常会有这种更年期前后的妇女来看诊，那症状非常的没有特异性，通常都是焦虑、紧张，比如头痛、睡不着，然后有一点点的眩晕，然后什么科都看不好，然后最常见的就是说会觉得头好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胀胀的，看遍脑神经或是内科都觉得完全正常，然后来中医一看，因为他姿势就是像这样驼背，然后整个脖子就是这样缩着的，然后就请他尽量放轻松。各位台词，各位前景，大家好。
单位有要问人老了。